在鞭声中进攻，全力放手，指令带动节奏，在大地上冒险，迷林疾走，在飞到天空去遨游。感谢拥有你充满勇气的眼眸，让我能够把信任力量抵御心头。我的朋友，彩虹下并肩去战斗，直到世界的尽头。上下左右挥动你的双手，指令发出了箭头，和红宝终于打败了树熊领主，并获得了拥有旋风炮威力的风暴装备。风暴装备，传送！出来吧，烈火战车！而绿宝和红宝也不甘示弱，先后获得了力量爆发型的狂牛装备、远程攻击型的棒熊装备。另一边，黄宝也获得了能量作战能力远近兼备的雷霆装备，蓝宝也打败了翼龙王，得到了能在空中战斗的翼龙装备。虽然众人获得了更强的力量，但是更可怕的敌人正在等待着他们。谁能得到传说中的装备，打败黑龙王，成为最强的指令勇者呢？小朋友们，拿起你们的指令机，一起为勇者们加油吧！上一集，小帅军团和小明他们一起去拿时间之盾，因为意见分歧不合作，被敌人玄武用时间之盾弄得状态百出。幸好最后众人终于醒悟，合力打败了玄武，并拿到了时间之盾。传说中的指令勇者 Blue， 我们就是、
什么？是独角兽干的。独角兽本来是把幸福送给大家的，但是被黑龙王迷惑了之后，用重力之剑把重力一时变大一时变小，自此就为大家带来了不幸。重力之剑，那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。什么？你们要找那个独角兽和重力之剑在悬浮塔？那赶紧去找独角兽。重力之剑，我来了。啊，糟糕，忘了告诉他们重力之剑的秘密了。独角兽，我走不动了。角兽在上面。什么？要怎么上去？独角兽，你以为躲在上面我们就找不到你吗？好重啊！一定是为了让别人爬不上去，所以把悬浮塔的重力加大的。那么不可能爬上去。爬高高，爬高高！粉红宝真厉害，绝不能在这里放弃。Blue，我们也来吧。爬呀爬呀，就算是20倍重力，我也不会输。这里重力减轻了呀，终于到了。太不幸太不幸了，我不要啊。我不幸大家都不能幸福，我要加大重力把不幸带给大家。独角兽，你太可恶了。哼，指令勇者竟然可以突破重力陷阱来到我的悬浮塔。竟然利用重力之剑令大家变得不幸。独角兽，我们绝对不会让你这样做的。天乐，重力之剑在那里。原来在那里，快把重力之剑交出来。谁要交出来？不幸就交给你，你，你，还有你。各位，我们变身吧。好的，好的。指令法类，战斗出击。出击吧，冲吧！嘿，百万重压。让不幸再来的猛烈一点吧。重力太大了，没办法做出手势。没有手势就没有办法战斗啊。一定要先拿到重力之剑。那交给我吧。看我的！
可恶，我要把不幸加倍送给你。不幸的是你。成功了。红宝、天乐，我们来帮忙了。不在吗？那边好像有宝贝，我们过去看看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糟糕了，糟糕了，勇者他们很危险。很危险？红宝他们怎么了？太棒了，你也认识勇者他们吗？我跟他们是好朋友好队友，一起打冰上曲棍球。哈哈哈哈。你好烦啊。他们在哪里啊？他们往悬浮塔去了。红宝，我们来了。等等我，慢点慢点。等等，我回来再帮你们签名，现在我要去帮红宝。不是啊，请你告诉他们重力之间的秘密。现在你没有重力之剑了，到我们还击了。那你就试试看、啊、解除重力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你以为那个玩具就是重力之剑？你太搞笑了。你说什么？那个不是重力之剑？让你和你尝尝我的攻击吧，羽翼幻冠。我不会放弃。嘿，看我的羽翼幻冠。用不到指令机，做不到手势，你和你只是普通宝贝。太不幸，超级无敌。可恶，给我动起来。可恶，重力之剑到底在哪里呀？我告诉你，你吧，真正的重力之剑就在我的头上。重力之剑其实就是我的脚。竹笋。竹笋，恢复正常了。可恶，我的脚。天乐、红宝，我们来帮忙了。雪狐狸、剑齿虎、四大熊，你来捣乱，太可恶！羽翼幻冠，羽翼幻冠。不会让你伤害我的同伴。红宝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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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，你太笨了，明明我们是来帮忙的，现在又变成是你帮我们，太傻了。再见了。不会让你伤害红宝。没错。不怕你，来吧。那不幸的就会是你。大熊雷光拳，大熊雷光拳。
我是不会输的，为了彩虹国，我一定会打败黑龙王。天乐，快给我更多更多的力量！天乐，给我更多更多的力量！我可以把大家的爱化成力量传给红宝。我要拿回重力之剑，把不幸加倍送给你，你！不是说过不幸的是你吗？红宝，我不是已经把你打倒了吗？为什么你还会复活？因为大家的爱化成了力量给我。独角兽，这就是幸福的力量。我不会让你再把不幸带给大家。那我就再把你打倒一次。天乐，机会来了，绝招！五、一、五、三，火焰五绝！幻光，风暴装备传送，出来吧，烈火战车！什么？浑身都是力量！太好了，我们的彩虹宝石数量又增加了。彩虹宝最爱吃竹笋。重力之剑交给你们，谢谢你，独角兽。还有你们，谢谢你们三位的帮忙，否则我们不会胜利的。我们也想出一份力。打倒黑龙王的重任就交给你们了，请相信我们。 Blue， 入口好高啊，我们怎么回去啊？啾啾，粉红宝有办法。只要把重力变小。下一集，天乐、红宝等人一踏入魔族根据地，就被黑龙王最强的手下之一九尾狐抓住了。五个指令宝贝和五个小朋友被分开囚禁，没有了同伴，他们要怎样逃出牢房呢？敬请留意指令宝贝第38集。